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仲記得陳同佳啊，呢、這個就係2019年嘅呢個反送中運動嘅始作俑者啊，或者係罪魁禍首啊，因為佢呢個喺台灣殺咗佢女友潘曉穎，就潛逃咗翻嚟香港啊，咁然後咧就用咗佢女友嘅信用卡去攞錢。咁因為嗰個殺人嘅呢個案件喺台灣發生啦，香港咧就冇權去審啦，啊咁只能夠審佢咧就即係叫做洗黑錢啊，呢個罪名啦，咁佢就坐完監啦。咁啊出嚟之後咧，就因為台灣同香港係冇任何引渡協議嘅，佢一路都引渡唔到去台灣。咁啊呢個即係跟住發生嘅事啊，因為特區政府借住呢件案咧，就搞一個逃犯條例修訂，咁啊於是引起香港一個長時間嘅抗爭，咁大家都知道。咁啊3年啦已經啊，咁好多人都可能已經忘記咗呢個人㗎啦。呢個人目前嘅現況係點咧？咁啊唔知點解咧做咗呢、這個立法會議員嘅呢個管浩明咧，突然間又透露啊，《星島日報》咧就同佢做咗一個獨家嘅訪問。咁佢就咁講嘅，佢話咧就過幾個禮拜之前咧，曾經咧就同阿陳同佳咧通電話，阿管浩明啊，佢表現平靜，佢知道佢自己都知道係咩事嘅，嚇短期裏邊咧係唔會有起行嘅消息，即係唔會去到台灣啦嚇。咁啊平日咧就上網打機打發時間啊，管浩明就話咧，陳同佳自首嘅意願係冇變嘅，但係呢種生活咧。對佢嚟講係最煎熬，佢話坐監起碼都有坐完嘅一日，即係咧每日咧好悠閒地上網打機打發時間好煎熬嚇。咁佢喺邊度咧？咁樣嚇，佢話住喺邊度咧？佢話已經係離開咗安全屋啦嚇，咁就居於一個深山嘅清靜嘅地方，係每日咧就有人提供三餐嘅。從來未離開過佢住嘅地方，平日淨係打機、上網、睇電視、打發時間，自首意願未變，亦知道兩岸政治形勢嘅問題，短期內難以成行，加上疫情嘅關係咧，香港同台灣未通關，想傾一傾進展都難。啊，管浩明又話咧，陳同佳冇接種到呢個新冠疫苗。要坐監起碼有個目標啊，有坐完嘅一日啦，而家連去承擔罪責嘅機會都冇，對陳同佳嚟講咧係好煎熬嘅，非常煎熬嘅。咁啊，管浩明就話咧，會同政府繼續溝通，香港政府根據唔同嘅途徑咧係跟進嘅咁。咁呢個訪問咧就出咗嚟之後咧，就引起好多人嘅議論啦。就第一即係有幾個疑問嘅，第一個疑問就係。離開咗安全屋，即係大家都初頭去問啦，問呢個特區政府啦，點解佢一個殺人疑犯我哋要仲係用疑犯呢個字啦因為未判罪咧都係即係呢個無辜噶嘛用呢個字啊，雖然佢認咗啦點解佢長時間可以住喺安全屋，由特區政府保護佢、供應佢三餐咧？咩事咧？點解要咁做咧？咁。好啦，咁今天佢離開咗安全屋啦。啊，管浩明亦都透露住喺一個深山好清靜嘅地方。不過呢間屋係邊個提供俾佢嘅咧？離開咗啦，住喺深山，邊個俾錢嘅咧？邊個交租嘅咧？係邊個嘅物業嚟嘅咧？一人提供三餐喎，足不出户喎。咁呢三餐係邊個供應嘅咧？邊個埋單嘅咧？點解要點解要？提供一個咁好嘅保護俾佢咧，佢驚乜嘢咧？係咪驚出咗嚟之後係會有人對佢不利咧？邊個對佢不利咧？呢個第二個問題，離開咗安全屋住喺深山，邊個人俾錢佢？邊個人照顧佢嘅生活？邊個人提供三餐？呢個我覺得係好值得去討論嘅，係咪管浩明自己咧？係咪聖公會咧？但係，還是仍然係特區政府咧？係咪特區政府係提供繼續提供用公帑、用納税人嘅錢俾佢咧？特區政府係咪應該澄清咧？第二個問題就係，佢話佢連贖罪嘅機會都冇，承擔罪責嘅機會都冇坐監都有即係呢一個叫做坐完嘅一日啊嘛而家就對佢嚟講係非常之煎熬。
大家要問一個問題：佢煎熬多啲啊，嚴重啲啊，非常啲啊，淨係潘曉榮嘅家人煎熬多啲咧，定係潘媽媽嘅煎熬多啲咧？即係我覺得呢句説話係好風涼嘅説話嚟。佢殺咗人哋個女，涉嫌啊，就攞咗人哋信用卡，攞咗人哋個提款卡翻嚟偷錢。坐完嗰個監咧，同呢個殺人案無關嘅，然後引起全個香港天翻地覆，到今天咩都唔使做，坐喺一個深山嘅屋裏邊上網打機睇電視，一日有人三餐供應，好煎熬。你可以唔煎熬噶，你咪出嚟咯，過翻你嘅正常生活咯。好似唔知邊個啊，保安局局長啊，定係警務處長講過啊？其實殺人犯都可以有改過自新嘅機會噶嘛，佢都可以翻出嚟去打份工咯，唔好做駐米大蟲啦，得唔得咧？佢點解要咁做？我即都諗唔到，即係我都有機會，即係可以訪問下佢。你驚乜嘢咧？點解你唔行出嚟咧？係嘛？好似阿潘媽媽即係回應呢件事嘅時候咁樣，潘媽媽就話即係你係咩啊？即係呢個叫做群腳啊！縮頭龜啊！潘媽媽就即係回應咧，就話咧應承去投案多年，從來都係只縮頭烏龜，冇膽做，只會躲喺管浩明嘅裙腳底下，繼續逃避現實偷生咁啊，呢個我覺得係好重嘅喎，呢個咁嘅回應係好重嘅。你應承去投案，你咪出嚟解釋咯，發生啲咩事？你個意願係點樣咯？管浩明咧就回應潘媽媽嘅指責，就話明白潘媽媽嘅心情，唔係陳同佳唔願意去台灣，問題佢係唔能夠去台灣，當局都話一定要經過一啲途徑先俾佢翻去，但係呢個途徑事實上喺法律上邊咧，香港法律係做唔到嘅，所以似乎大家再爭論呢啲係冇咩必要。梗係有必要啦，管牧師，你作為一個牧師，你必須明白潘媽媽嘅心情。你話明白佢嘅心情，咁咪完了啦。因為成件案，當陳同佳冇去到台灣受審，佢承認咗自己殺人啦，都要經過審訊過程噶嘛，冇受審冇判罪，冇判刑，件事係未告一段落嘅，即係雖然潘曉穎。系可以入土，但系未为安嘅。潘妈妈嘅心情都系件事系未完结噶，未还佢个女一个公道噶。案情嘅细节系未讲清楚噶。好啦，咁你可能你话喂，系呢个两地嘅政府，香港嘅政府同埋台湾政府之间争拗，导致到呢件事唔能够水落石出，唔能够判咗刑，咁啊唔关陈同佳事，陈同佳想去嘅，不过去唔到咁样，咁大家就要问一个问题，大家要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陈同佳去唔到咧？呢个政治系乜嘢嘅政治？系咩嘅原因咧？咁样？其实件事好简单，陈同佳系一个杀人疑犯，台湾嘅陆委会讲得好清楚啦。一个杀人疑犯系唔可以用一个游客嘅身份入去台湾嘅。你上到飞机，俾人见到你，作为一个杀人疑犯，你会唔会坐喺左右隔篱？惊唔惊咧？嗱，当唔惊啦，当佢冇唔会侵犯其他人啦，都觉得好。好不安啊，系咪？咁如果有一个杀人疑犯翻到佢犯案嘅地方受审，系咪总要经过一啲手续嘅安排？系咪啊？咁我安排咩咧？一般即系政权诶，政府对政府嘅安排咧，就系你香港呢个地方嘅警方系需要将呢个疑犯押解上飞机，然后。將所有嘅證據，佢喺香港落嘅口供嘅證據，正正式式咁樣樣咧，係通過香港嘅警方喺呢個押解嘅過程完咗之後，交俾台灣嘅警方。除咗將呢個疑犯交俾佢之外，仲要將所有嘅證據正正式式交俾佢，然後佢簽收。佢啲押解疑犯都要
簽秀華呢個疑犯交到你手上啦，係由香港嘅警方對台灣嘅警方官方嘅方式去做，呢、這個我覺得好合理喎。你冇理由佢話陳同佳一條友一支弓上飛機，帶住嗰啲口供呀嗰啲證據，然後就交俾呢、這個台灣嘅警方由佢去做，當一個旅遊者嘅身份，啱唔啱啊？唔啱啊嘛。咁但係特區政府就話哦，因為礙於中央政府大陸嘅要求，你唔可以同台灣有任何嘅官方嘅聯繫，你唔可以咁做。問題關鍵咪就喺呢度咯，係嘛？大家又話大家咩政治操弄啊咁樣，問題嘅關鍵就喺呢度。你覺得台灣啲要求好唔合理咩？好啦，你話佢唔合理，佢話台灣同埋中國大陸咪同埋呢個香港冇呢個正式嘅官方嘅關係。好啦，我想問。咁系咪就俾阿陳同佳拎住嗰啲口供，拎住嗰啲證據，一條友上飛機，然後去到呢個桃園機場嚇，咁啊呢、啊这個台灣警方走去就拉咗佢，系咪就係咁呢？台灣同香港一直係冇官方聯繫嘅，不過都要同有啲中間有啲唔同嘅措施可以做嘅。當年呢個石棺案喺香港犯咗案嘅疑犯潛逃咗去台灣。台灣都准許香港嘅警方喺桃園機場嗰、那個即係飛機嗰條橋嗰度大家互相交換呢個疑犯，做得做咗啊！咁嗰個石棺案香港審完啦，判咗啦，非常之順利。點解今天突然之間唔做呢樣嘢咧？係咪啊？咁啊，台灣咧就回覆呢個媒體嘅查詢嘅時候咧，呢、這個陸委會就話陳同佳係殺人嫌犯，犯案之後潛逃翻去香港。有關本案並非單純移送或者批出簽證嘅問題，需由台港雙方就管轄權及相關公權力行使進行溝通先至令到陳同佳可以喺入去台灣。其實就係咁啫嘛。所以阿管浩明講呢廢話嚟啊！佢想去啊，因為咧就即係兩地嘅關係啊，所以去唔到啊，所以講繼續講呢啲問題其實冇意義噶啦咁。點解冇意義？係咪啊？點解冇意義？佢話私下向港府了解明白到咧冇太大嘅解決空間。佢認為咧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俾陳同佳去翻去台灣自首，而家陳同佳咧欠一個相機赴台嘅許可，邊個唔准佢去啊？點解唔准佢啊？希望各方理性對待事件。如果台灣一直唔肯嘅話咧，係希望睇到遲啲有冇辦法我同佢哋溝通，俾陳同佳去台灣，因為始終咧而家佢唔能夠上飛機佢就話咧問到佢陳同佳情緒點啊？一個人問喺屋裏邊係咪好辛苦啊？管浩明話係好辛苦啊，不過我哋都會照顧佢。我真係唔係好明白，百般呵護一個殺人嫌犯，管浩明你諗緊啲乜嘢咧？係咪即係你覺得你作為一個神職人員係需要原諒殺人嘅過失都要可以原諒咧咁，但係成件事就係你當你原諒，當你照顧殺人嫌犯嘅時候，對於被害者嘅家屬，你話陳同佳煎熬嘛？你咁做法係對於被害者嘅家屬，即係潘曉榮嘅媽媽，係第二道傷害嚟。佢會問：點解我個女俾人殺咗，你會對呢個殺人嫌犯視為上賓嘅咧？百般呵护佢嘅咧，为佢讲尽好话嘅咧，点解佢唔敢行出嚟啊？面对呢个社会咧，系咪而家又有接到呢个死亡嘅恐吓咧？系要受保护咧？保护佢嘅人系咪除咗你之外，就有警方咧，就有政府咧？呢全部都要解答嘅。如果唔系，我觉得对潘晓颖个妈妈系好唔公平，更加唔公平嘅就系。你特區政府其實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啲操作咧，已經可以令到阿陳同佳去上飛機去台灣噶啦。你死都唔肯做嗱，因為你覺得咁樣樣咧就會犯咗呢個大忌。喂，如果要犯大忌，以前啊，呢個香港同台灣咁多嘅接觸，
你已经犯咗啦，点解以往唔犯大忌，今天又犯大忌？所以政治都系一时一样嘅嘢嚟嘅。你今天讲到呢、這个吓、啊，即系震天价响，讲到吓、啊，即系理直气壮啊！原来以前都做过类似嘅嘢，而家突然之间就话唔可以做啦，因为大陆对台湾嘅政策系咁样嘛，咁你香港咪就搞到咁咯、啊、所以呢个系一个极度荒谬嘅。呢、这个处境嚟嘅，系呢个杀人嫌犯视为上宾，啊，呢个受害者嘅妈妈四出奔走，解决唔到个问题。然后你作为一个中间人啊，管同你就话：，我明白你嘅心情啊，你明条命咩？吓，然后啊，呢啲嘢再讲都冇用噶啦，吓，因为政治嘅原因佢去唔到，点解冇用咧？呢啲嘢未解决，一定要讲噶嘛。我相信好难噶。今天呢個政府更加會跟足中央政府嘅口径，佢嘅即係規矩去做嘢，係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係以往就話，有冇啲酌情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冇，今天冇。尤其是開完二十大，佢已經係全面掌握權力嘅啦，成為毛澤東第二啊！你香港邊有任何嘅自主性啊？係嘛？然後就管港澳政策嘅啊，包括啊。港澳辦的主任、中聯辦的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裏面管港澳政策的韓正，全部都冇得做啊！呢、這個中央委員啊，會大換班啊，邊度會放鬆香港啊？咁所以陳同佳呢單嘢咧，我相信睇唔到佢有解決嚇嘅一日。好，暫時傾到呢度，繼續支持我，非常繼續支持我，心情好快，昌多謝你收睇，再見。